这个主播可以看见，轿车驾驶座车门严重凹陷，车窗玻璃被撞出明显大洞，轿车方向盘的安全气囊也炸开。不远处一辆机车，车头因猛力撞击全毁，地上满是车壳碎片，现场一片混乱。 24号凌晨2点多，三重警方执行巡逻时，来到新北大道与重阳路一段，发现这起车祸意外，立刻下车了解状况，协助受伤的机车骑士送医。不太清楚，应该是吧，但是这撞击。所以你是过马路的时候突然被撞到的？ 据了解，肇事行经该路段闯红灯，被直行机车骑士撞了上去，车祸造成骑士意识不清，所幸骑士送医后并无生命危险。轿车驾驶的酒测值为零，详细的肇事原因还有待警方厘清。以上最新主播，我是王一中，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，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，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 当然，更多的新闻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